朋友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9月15日星期四。今天与好朋友分享彩虹惊奇。印象中天空出现彩虹都是在一阵大雨过后，这次的彩虹竟然在太阳光下出现。起初只发现右边的彩虹，随着白云的移动，整道的彩虹浮现在天空，令人惊艳。特别与好朋友分享，最后祝好朋友心想事成，平安健康，拜拜。